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过一摆来到这道，甲大家做阵来唱歌，学老祖。好无，即阵甲你边生的兄弟姊妹，甲咱挥挥手，讲上帝祝福你，好无？好。OK， 即阵我人来做阵来祈祷。亲阿爸天父，感谢你伫我人生命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，求你永远爱我人，也过我人对你所做所讲的，求你原谅我人一切的罪。好，我人带着一颗清洁的心来俄罗斯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人一生上好的祝福是认捌主耶稣。耶稣的诞生不是突然，伊是天父对我人的爱，好人一生的盼望。好无，即阵咱来听来诗歌，这一生上好的祝福。天心真明丽，你的恩典像真心，予我真实的看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的音乐俄罗斯，你的疼爱予我一生感谢你。这一生上好的祝福。这一生上好的祝福，就是通我靠主耶稣，行在人生风雨路，伊的保守看顾，我知影这是上好。真心献给你，你的恩典像真心，予我真实看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的音乐俄罗斯，你的疼爱予我一生感谢你。这一生上好的祝福。这一生上好的祝福，就是通我靠主耶稣，行在人生风雨路，伊的保守看顾，我知影这是上好的祝福。这一生上好的祝福，就是通我靠主耶稣，行在人生风雨路，伊的保守看顾，我知影这是上好的祝福。心风雨路，伊的保守看顾，我知影这是上好的祝福。感谢俄罗斯，我那一生上好的祝福就是认捌耶稣。2000年前，我来救主降生在这个世界，国安静，国平安。迄一暝，耶稣。带来的是我们一生的盼望和平安。就爱爱
兄弟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享受这圣诞带来快乐，所以我们要将这快乐分享出去。好不，这阵我们唱听我们第三条诗歌《圣诞快乐》。感谢主，耶稣帮助我们看见，你看开全地的门，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，勇敢地把世人分享分享你的爱。这时候求你赐我们一颗听道的心跟耳朵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恩典。这阵当我们还没听这个道的时阵来做些奉献哈，所以你能会使用这PayNow、这银行转销，或是这支票哈，来行这奉献。这阵我来做些祈祷，我能就开始了哈，来做些祈祷。先来天父，感谢你，可能一切的祝福，可能你的听堂，可能你金钱的祝福啊，佮可能这。喜乐平安，是我们这
金钱是袂丢的，所以咱感谢你，予咱一切，予咱即阵啊，求你来接纳我咱的奉献，咱是奉耶稣的名，安款祈祷，阿门。好，感谢。即阵啊，我咱今日的即个信息，哈、啊，就是讲到即个圣诞的祝福啊，大声，我要啊祝福，我要祝达克人。即啊，圣诞快乐吓！过差唔多几个礼拜，就是即圣诞快乐呀。所以我即阵甲你讲一声啊，圣诞快乐啊啊！圣诞的祝福，圣诞里面的祝福是甚物代志咧？甚物物件咧？当我未讲的时阵咧，让大声，让未来看卖吼，让今年即变多诶。问题吼，带来的问题，人真侪这个问题，叫这 COVID-19 的问题吼。比如讲吼，真侪这个公司吼，赌场哈、关啊，啊，关卖食的，甲一关啊做旅行的，拢总关掉。所以啊，带来真侪这个经济的问题啊。啊，所以公司关啊，这个、关了吼，这个、啊，这个、酒楼也是关。咱看啊，有人失去工作。就无达靠真侪靠失去工作，百几千吼，诶人失去工作，各有吼，各家食啦是有人诶，即伊人诶孤立工靠了啊，有诶靠真侪，靠甲无够食，无够用吼啊，我无啦久以前，我是听着几家人吼，伊人啊安怎咧？伊人无够食，无钱。啊，为了爱予伊人会行伫食，啊，有够食，伊人爸母都爱食啥物？即快手面吼，麦记卤的，有诶家庭是安款。所以咧，哦、啊，今年啊，真侪家庭吼，甲上乡诶，即家庭咧，伫找啊，即啊机构吼，即啊即机构来啊来。由伊人来帮衬伊人吼，让伊人即政府的即类来啊帮衬伊人吼。伫即时间无工作，爱食吼，爱行宿舍，爱啥物吼，所以啦，伊人就啊真正艰苦。各位啊，因为人有个人无做工，伫厝内啊，伊个翁甲某就加劳咯，真侪摆因为了。即类嘅代志就加落咯，啊，逐摆伫厝内嘛，唔是伫外口嘛，吼，所以啊，有时吼就加落了吼，今日也就影响，今日也是有即影响，是因为人吼爱用电脑来做工课，所以咧真侪问题就来了，所以遐几位朋友啊，所以即啊病毒吼带来真侪即问题，啊，有个人咧，伊人就。真正啊，孤单，真正失落，真正惊吓，真正伤心啊！各有人吼，伊人啊有即个自杀的念头，所以这也是真大的问题哈。这病毒带来真侪这问题啊！各有真侪人啊，袂使啊接近啊，袂使讲。做者食高逼啦，好诶讲话吼，真歹做啊！我有一摆，我伫即我诶即政府厝楼骹吼，我行过诶时阵吼，真侪翁哥翁弟吼，伊拢讲真苦啊，未使甲我诶朋友吼倾偈啊，未使食高逼啊，所以特别是即四月五月诶时阵，真侪人吼未使落来，是翁哥翁弟伫厝内真正孤单。这也是另外的这问题哈啊，所以这个咧啊，最后我想讲，有的国家差别就是有的就这病毒，呀，伊人就真正艰苦，伫这啊陆军处待了真侪时间，所以有人特考啊，有这各地这可能唔单伫新加坡，周围的真侪国家也是影响着真侪人。所以啊，有人伫这时间有啥物愿望呢？伫这时间，有人会
想着讲有五万有人帮助人无，有这个神来帮助人无咧？大声啊！我未讲到神的代志的时阵，人来夸这圣诞哈，所以人圣诞节爱搞了。圣诞哈 ，Merry Christmas 是好还是不好咧？这个、圣诞爱来了。圣诞人夸这圣诞是什么款的圣诞啊？什么意思哈？真侪拜。当我人问人的时阵，人唔知这圣诞意思真真正正意思是甚物？有的人讲哦，这是另外一个 holiday 哈，另外一个节日哈，节日就这节日哈啊，所以人就庆祝啦，人庆祝我咪庆祝啦哈，所以人就啊真欢喜来庆祝这圣诞节。但是伊人唔知这圣诞节的真真正正的意义是甚物？有的人去 shopping 哈，即阵你讲，特可本讲爱即 shopping 啦，Black Friday 啦，去购物哈，买真侪物件哈，即阵是较侪是上网来买啦，圣诞节是不是 shopping 呀咧？圣诞节是不是买礼物哈，送予人咧？对无？假使圣诞节是开 party 咧，伫你厝内奖金上底做，会使五个人去你厝啦，是不是开 party 咧？圣诞节是不是讲到这个圣诞老人呢？什么是圣诞节？圣诞节意思是什么？圣经有讲，圣诞节是这个时间，我们可以思念，我们可以个记得圣诞节其实是有平安、有听、有欢喜、喜乐的时间。但是我跟你分享几耐的这个圣经节，不过大声。有关到这个COVID-19 哈，这个病毒这个问题咧，我即阵阿你讲一个见证哈，这伫这网际网络有讲到的，我就是讲有一个人哈，伊这个人哈，伊是这爱尔兰爱尔兰的地方哈，这国家这个人伊是信主的啦，伊信耶稣的，所以伫这YouTube 啦，又讲到一个见证哈，伊见证是讲这个人哈。是 IC 了，伊也是得这病毒 COVID-19 的病毒，伊是 IC 了。好，所以伊时阵伊真在惊吓，伊讲，伊个无人会使去探访伊，伊个牧师也袂使去，伊个亲人也袂使入去内面探访伊，伊个朋友无一个人会使入去到甲伊讲话，所以伊家己真正忧伤惊吓。孤单哦，特别是讲无偌久，伊可能会死啦。所以这人吼，伊就无变了啦，伊就开始祈祷啦。伊讲上帝啊，求你来帮助我哈，你无救我就惨了哈，求你来救我啦哈。所以伊只只真正惊吓，但是伊祈祷，伊甲耶稣祈祷，然后奇妙的，伫这个。人的见证里面真正奇妙的哈，刚刚好，无人会使去探访伊，对唔对？不过哈，真正奇妙的就是讲，哈，伊到做工的这清洁工人哈，伊做这臭拖卡啦、石头钉啦，哦，安款啦，多这垃这垃这垃圾面啊，都创清洁这地方的啦，所以这清洁工人哈，伊。行来，逐摆走行过时，看到这个人真正惨啦。所以伫这窗口安看吼，甲伊讲话啦，伊袂使入去吗？袂使入去伊房间。伊就讲吼，你吼叫耶稣帮助你，你叫耶稣吼，无人去会使帮助你，你就叫耶稣啦。所以刚刚好，这个达波人，这个破病的达波人，伊也是信耶稣的，伊就逐摆叫耶稣来帮助伊。好，这清洁工人呢，伊嘛是甲伊祈祷，伊讲叫上帝耶稣来医治伊，哈，医治伊，好伊个肺哈，好肺会好起来，伊个身体好起来。所以咧，无偌久哈，渐渐的，这人哈，慢慢的好起来咧，慢慢好起来，奇妙咧，上帝做了一个神迹来医治伊啦，医治伊了后。伊个人较好了吼，伊就开始腹肚枵，腹肚枵了就爱食物件啦。伊唔是讲爱食牛肉，啥物肉吼？
背巴是什么？伊讲我爱食这个饼哈，伊讲我爱食这个饼，这个叫薯条哈，就像薯条，你看呐，啊，我爱食这个饼，或啉这可可果啦哈，所以伊安看甲上帝讲话啦，伊安看几多嘞？好，安看几多？哎，指标嘞？指标的是什么代志？刚刚好哈，这个、清洁工人哈，啊，第二日。伊就去这米兰到一道的门口，我看吼，伊就叫人吼伊啊，就吼伊这刚刚好是伊爱的伊买的伊甲耶稣求的这饼甲这曲咧，刚刚好吼伊有咧，所以吼神是听着我人的祈祷的上帝，伊是关心我人的，所以这见证里面吼虽然。有人是有这病毒，虽然有人可能哈、啊、有这COVID-19 啊，真多这黑暗的时间、坎坷的时间，有人的上帝和有关的，至少会听到有人的祈祷，听到有人的歌啊，这歌求啊，有人那是祈祷的款啊，耶稣会帮助人，所以这真正好。一个见证，吼，耶稣会带予我人喜乐、平安、甲盼望。当这大部分人无盼望、无喜乐、无平安的时阵，伊祈祷，耶稣听到，耶稣医治伊，耶稣帮助伊。这是我头一个见证。好，即阵我来讲几大圣经节，吼，我就继续啊，落去啊。啊，这圣诞节的时间，有人可以使找到喜乐平安，因为圣诞是耶稣2000年子来世间的时阵，当伊这降生来这世间，当伊生了出来的时阵，啊，稍有者啊，关于圣经在第路加第二章第十节，伊时阵是讲到什么呢？啊，这天使啊，天顶的天使咧，就显现吼，和一大班的这牧者是各样的啦吼，所以这牧者吼，伊人看到这天使，伊人就惊啦。所以这圣经则是按款念吼，伊讲第十节，伊日天使，伊的天使对伊人讲，卖惊吓，我报予你人的是大欢喜的信息。是关于万民的，因今日在这台北的一城里面，啊，为你人生了救主，就是主耶稣、主基督。所以耶稣来的时阵，伊2000年前来这世间的时阵，哦，伊是带予人大欢喜、好消息，加这喜乐。过接落来。第十三节，忽然间有一大阵的这天兵、天使，伫这伫到俄罗上帝讲，伫这至高的位，应要归服神，伫地上平安归服伊所欢喜的人。所以知道嘛，有一句话讲平安呐、啊。耶稣来到这世间。也是带予人平安啦、啊，喜乐平安。所以，这是耶稣来祝福我人的这目的。然后在罗马书第5章第13节哈，稍有讲哈，和啊这愿和人有盼望哈的心，五望盼望的心。我人这个神是爱予人盼望的，当我人无盼望的时阵，当我人惊吓，当我人唔知安怎行、安怎做的时阵，吼，头先我人讲这个见证是讲这个大部分人的见证，吼，无盼望了，无人了，无人看伊了，爱死了，但是神是予人盼望的，啊，伊讲什么呢？因信吼，伊就爱将我人就有信心的，我人就伊就爱予我人各样的。欢喜、喜乐、平安，充满恁的心，和
恁接着圣灵的能力，大有恩望。所以上帝讲，你都爱信伊，哦，信伊的人就恩望喜乐平安。所以这就是有人爱会知的哈。给这阵呢，我过啊过落来，我就讲另外的这见证。啊，有一位这女士哈，伊就个叫做王女士啦。啊，我伫这差不多十月二十五号的时阵啊，伊这阵是拜三哈，我就甲上帝祈祷啦，上帝啊，好我来求求你，好我机会哈，来分享福音，和人信耶稣啦。我向祈祷啊，求神好我机会啦。啊，奇妙的吼，第二日就是拜四吼，二十六号吼，我接到一个电话咧，一个卡登的这电话卡电话哇，伊讲，Ernest 啊，我是周牧师，叫 Ernest 啊，伊讲啊，有一个查某人吼，差不多六十几岁吼，伊来卡登咧，伊唔知爱吹点咧，伊经常看了真烦恼咧，爱叫人家祈祷啊是甚物咧，但是我这电话吼，伊不要讲。华语啦，伊英文啊，会晓文英文，但是华语袂晓讲，福建也袂晓讲，所以卡电话我啦。伊讲一个人爱找人来办葬仪啦，所以我就落去这家等的时阵，差不多十二点的时阵吼，我就来就看到这王女士，这王女士来倒是爱找人啊，甲伊祈祷。这王女士吼，伊是安怎咧？伊吼。大夜暗暝未困呢，真白露会使困几耐钟头啦。所以唔是讲一年两年嘞，真侪年也是安款哦。所以真正艰苦啊，无够困啊，啊，隔日起来吼啊，爱困无够困啊，影响着伊嘅健康。过后咧，有一个问题就是伊嘅即啊颔骨到即神经线吼啊有问题啦，所以真疼，逐摆疼咧。所以即物件吼。我问伊吼，即偌久了？伊讲，即问题吼，袂困加即神经线的问题啊，有二十年了咧。哇，真正艰苦，真正吃力啦吼。所以伊是讲，啊去到哦，伊爱拜，但是袂使咧，真侪年也袂使咧。所以有人甲伊讲耶稣啦，但是伊讲，唔系啦，唔系耶稣啦，但是我的家人无输格啦吼，我的囝甲我的翁无输格，伊就无啦，无去找耶稣啦。但是无偌久以前咧，伊就看到啊，这见证吼，就是几那的见证是看到这，咱看到咱会知吼，当时做出名对无啊，当时这李圣诞吼啊，陈泰明啦，个李南星啦，个真侪这基督徒的这艺人吼。伊人就特刻讲伊个见证咧，啊，特别是讲做出名吼，伊讲啥物咧？伊讲伊古拜吼，2006年个时阵，伊有即肌肉即收缩病吼，啊，伊讲吼，以前伊有时吼，2006年个时阵吼，啊，手也无力，脚也无力咧，所以咧，伊就找医生啦。在这2008年的时阵吼，医生甲伊讲，你的病吼是无通救的啦。伊甲这周秋明讲吼，无通救的啦。你上帝做吼，你是有两年的时间呀。所以周秋明就真正伤心嘛。啊，伊就以前甲早淡薄，伊就信了耶稣。但是伊讲，哎呀，我白露信耶稣。无老久，伊甲上帝讲，我信耶稣无老久，即阵我就爱去看耶稣了。伊讲，哎呀，安尼紧就爱死了吼，信了耶稣无久就爱死了，所以伊就真正伤心，伊甲上帝祈祷，求上帝来帮助伊啦。哦，所以在奇妙的代志是讲，奇妙的代志就是讲，伊本来是有两年的遐想，但是吼，伊即阵活到二零年。过加十二年了咧，阁是好好啊。虽然身体唔是讲完全会好，但是伊无讲两年后就死。一到即阵，伊个阁至少活着。所以做出名的这见证吼，带予这个王女士吼，
真大的鼓励啦。哦，王老师真正讲了，哇！你做这艺人哦，周出名啦、林南星啦、陈泰明，这个大家都靠有问题，但是信了耶稣，耶稣会带予伊人恩望咧。所以这王老师就讲，那是别人有恩望，我嘛应该有恩望嘛，对唔对？所以就来这教堂找人甲伊祈祷，来进一步的明白这耶稣。所以伫这下晡吼，这十月二十六号下晡，我就甲伊分享耶稣，甲伊讲福音，伊就接受耶稣做救主。吼，所以圣诞节是不是讲什么五万本无咧？圣诞节是不是真正？哦，暗夜咧，无啦。圣诞节是耶稣带予人平安、疼痛、甲喜乐的时间。啊，头先你都听到两个见证了吼。好，即阵我要甲你分享的，就是听。头先我讲平安、喜乐、五万，对唔对？即阵我讲听，因为上帝重要的祝福就是上帝听你。上帝听我，圣经有讲吼，因为上帝是听，上帝是听啊。上帝以前听我人，即阵听人，下摆听我人。当这宇宙、这世界阿未创造以前，伊就听我人了。所以伊是永远听我人的上帝啊。圣经嘛有讲，神听世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。赐予因叫一切信伊的无得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两千年前耶稣圣诞节来的时阵，也是带予人这听的祝福，上帝听人的祝福。所以因为上帝听我人，伊甘愿叫耶稣死伫十字架，担当我人的罪的惩罚，所以人。会使去到神迄头，人会使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。人大可本有罪，人有罪，人袂使讲做好事来博多等。经常讲，人有这茶能哈，茶能吼，你袂使讲开始哦来茶能的时阵，头一粒能是好的，第二粒拍落去的时阵，哎呀，刚刚好这第二粒是歹的。派了就派了嘛，你袂使讲第三粒、第四粒、第五粒、第十粒来拍落去，拢该砍掉，砍掉了唔是无味塑料，是不是？唔是啊，所以我人袂使讲，我人袂使插出来互人食，我人袂使讲，安怎咧？我做一好事，做一歹事，佮做真侪真侪好事来砍落去，袂使。我人做安怎做，即个好事嘛是砍袂着，我人会歹事。有人会做，不是说要替人放火，而是打手而已。有人做，是说有时有人会思想杀人，有人恨人，有人偷窃，有人说骗话，有人怎么呢？有人有这个派的念头，垃圾的念头，拢总加起来，也是做。所以这个人是救不着家己的，有人就要需要耶稣，耶稣来救我人，死在十字架担当我人的惩罚。这阵我甲你讲，听，这个、爱的，这个、见证吼，就是讲这这个、李女士哈真侪年前，我去探访伊啦，去伊的厝街探访因为吼伊哈坐轮椅，伊袂使行，伊的查某囝咧五十几岁，也袂使去买饭给伊食，因为咧伊的查某囝有这个。头脑这个问题哈，伊袂使出去买饭，所以伊伫个厝内内面吼，真正艰苦。咱个家长咧，就特地咧送饭互伊食。当我去探访伊个时阵咧，我甲伊讲耶稣，我讲一句话吼，互伊吼真正奇妙个，觉得真正奇妙个一项物件，就是讲我讲神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听你。一听到的时阵吼，伊教的人吼戆去咧。一听到的时阵，伊教的人目睭大大，嘴大大，看听我讲咧，讲耶稣这个信息，这个福音咧。哇，听到了的时阵啊，伊讲我唔知啊，有神爱我，有神听我咧。
我真多年咧，我真多年，活到八十年，唔捌听过神听伊嘅，所以伊真正感动，伊就真正感动，真正有这个心魔来接受耶稣做救主。然后咧，第二礼拜你知什么代志无？第礼拜伫楼卡吼，看到我嘅时阵，伊拄个轮椅来找我嘅时阵，讲我真欢喜啊，感谢你啊，牧师，感谢你吼，甲我讲。即耶稣甲我讲即福音，我真正感谢，我真正欢喜的感恩，因为伊明白即神是听伊的神的，伊唔捌听过。所以我问你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捌听过有即个神听你的无？有啊，有无？我古拜我未信耶稣，我唔捌咧，你捌无？你捌听过无？啊，那是即阵。今日你听到我这个信息，经常这个理如数安款，讲神听你，有神听你的，来信耶稣，紧紧来信耶稣。等下我甲你做一个祈祷，好不 ？OK 啊，即阵我甲你讲一个最后的一个见证哈，就是讲到这个、但如数的见证哈。我会记得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阵哈。我去这 Alexandra Hospital 医院哈，哇，因为一个姊妹咧，一摆卡等个姊妹叫我去探访伊啦，伊个老母，伊老母爱死啦，无一几哪日尔啦哈，所以伊是广东人哈，叫我去甲伊传福音啦。我传福音吼，伊了吼，伊爱接受咧，伊爱基督接受耶稣，所以伊就接受耶稣了啦。哦，接受耶稣了后，其实伊就爱几哪日就爱离开了咯哈。不过哈，两日后哈。两日后吼，伊做一个梦咧，伊做一个梦吼，伊就伊个灵魂吼，困的时阵，伊灵魂吼，先来带到这天顶咧，看到这天顶真正水哦，看到真天顶真正水，够真侪这人吼，真侪这天使吼，穿白衫咧，哇，伊讲真水啊，真好啊，真好啊，落尾伊醒起来了吼，伊家己查某。讲讲，哎呀，我看到这个天使哈，看到这个天顶啊，真正欢喜。那这个但如数古拜唔捌耶稣，古拜无去教堂，也无听什么福音的代志，也卖信耶稣的咧。安怎咧？为什么咧？因为伊的囝甲伊的翁吼卖伊信耶稣咧，所以伊就真久真久卖来信耶稣，伊无来信耶稣，但是伊会知伊时间无做，伊就来接受耶稣啦，我家己多接受耶稣。接受耶稣了后两日了后吼，伊做梦看到天顶咧，所以醒起来了，伊甲伊查某囝讲，甲伊个囝讲，伊讲伊囝是无信耶稣的啦吼，伊讲伊甲伊个囝讲，囝，我那是离开这世界吼，你别输啊，甲我做基督徒的，因为我真的相信了，我看到天顶咧，所以吼，安款吼，过几日后吼，伊就离开了，所以囝查某囝拢总甲伊做这基督徒的丧事。奇妙无？感谢无？上帝是真正好的啊！这人生是真正的，这天顶是真正真的，这神是真正神的。好、哦，所以真的好、哦，所以我这阵最后在问你一个问题啦：哪里是离开这世界？唔在第时，那是你离开了世界，你会去堕落，你会去堕落无？这查某人，这但如数，伊会知，安怎咧？伊看到天顶，哦，唔是讲你直接看到天顶吼，你家开去天顶，你得有信心来相信，这位神是听你的，这位耶稣是予你喜乐的，这耶稣是予你平安的，这耶稣予你恩望的，这耶稣予你永远活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离开这世界，有人永远的在天顶甲神作者，这是偌大偌好的这福音。所以我唔忙，当你听了我的这信息的时阵，在这真正苦难黑暗的时间，有人过这唔忙来接受耶稣。这阵我给你淡薄时间来想看卖，然后给你带你啊做一祈祷哈，给你归纳。淡薄时间来想看卖哈，等你听到我这道的时阵 ，OK， 家己想。那隔壁那是啊、你的查某囝、大伯囝，家你做阵呢，你也未信耶稣哈，你的查某囝、信耶稣、大伯囝信耶稣，家你讲啊，劝你来
而都接受耶稣的啊，即阵你小看咪，那是你爱的款，等者你甲我祈祷，阿咪？那是爱的款，即阵对我祈祷哈，会使看目睭，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哦，你甲上帝讲。真心的甲上帝讲，哈，都爱诚心的甲伊讲，叫伊原谅我咱的罪，叫伊入我咱的心，做咱的救主。来，对我讲，哈，甲上帝讲，亲爱的耶稣，我感谢你来这世间。对我讲哦，予我平安，予我喜乐，予我盼望，予我疼痛，予我人生。求你即阵赦免我一切罪，入我的心，做我的神，做我的救主，来救我。对今日开始，求你看顾我。祝福我，我是奉耶稣的名，安款祈祷，阿门，平安。